咱的钱来去否定，也是钱带人上来出现，咱的恩主会恩出现，然后再见，欢迎恩出现。啊，咱师兄弟弟，一颗比肩兄弟，啊，咱师兄弟弟，无分我呀你，啊，咱老有代志，伊互相代表情，因为你。是我的兄弟，掌声鼓励。孙杨啊，是甲我的，甲我囡仔，甲我两代情啦。伊阿大兄弟，嘛是我的兄弟啦。所以伊今日总部成立，阿大会等来嘛来，啊，我一定爱来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讲，哎，兄弟爱相挺啦，对不对？对啦。孙杨啊，是我的兄弟，是不是你的兄弟？是啦。兄弟有代志爱甲帮忙无？爱啦！爱好，啊甲拼落好无？好！即届呢，五都的选举啊，对台湾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会使讲是台湾的关键时间啦。台湾的未来，看对呢，看2012年，就是后日尾啊后即个总统的选举，即两个选举了了，就知影定台湾的前途是对啦。你是要和中国，还是台湾的，家己成一个国家，这非常重要。但是呢，一二年到今仔呢，还阁离外还阁真久呢。五都的选举就是要决定一二年，总统要中国人做，还是要台湾人做，是不是咱这个来决定好无？好无？五都拢会赢好无？五都来赢吼，台湾的立誓要做总统啦。阿妈伊叫做奥主都好出去啊啦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爱拼咧。所以我都要选举，咱台北市爱选到什么人？苏贞昌。哦，苏贞昌。新北市爱选到什么人？蔡英文。台中市爱选到什么人？苏嘉全。苏嘉全，台中市咧。大清点啦吼，高雄市什么啦？单局五都总个总赢好不？好。安尼就台湾嘞，妥当啊。哦，但是即届嘞，五都要赢嘞，还佫一拼嘞，若要大家拼袂我当嘞，所以台北市大家爱来竞苏贞昌好不？好。但是苏贞昌市长要选一票，那市议员要选什么人一票？苏贞昌一票。张水阳一票，你讲好无？苏贞昌一票，看者，张水阳一票，来，苏贞昌一票，张水阳一票。头拄仔谢议长咧讲啊，老实讲，大家拢看讲水阳个咧稳当当，啊，我是替足烦恼个，是安怎？伊个表现非常好，所有全台湾哦，个议员啊。表现上好的第一名什么人？唔是北市了，全台湾哦。第一名什么人？张水阳。水阳啦吼，大家嘛知孙水阳。哎，老实讲，学历好，啊，佫读书，法律博，伊个代老大个是我后辈啦。但是伊个法律就比我较厚咧。哦，我逐暗拢伫遐看伊咧讲咧，看伊讲了唔对也无，但是结果呢，拢讲了对，无在伊个之前咧。哎、欸，大话新闻，你有在看无？有无？大话新闻吼、哦，哎，咱个吴国栋嘛在里遮吼，钟连芳嘛在里遮吼，啊，陈水扬当然去个啦，当然去个。啊，你若就是若无看陈水扬去哦，他食伊就在讲，国习惯咧，感觉家叫家叫，对唔对？对啦。啊，就当然爱甲叫啦，好无？吴国栋先生啊，当然爱甲叫吼、哦。安尼咧，大话新闻咧，一定愈来愈近，好无？好。哦，他前一日有讲过，伊迄当时我帮你选立委，啊，我有当选，啊，伊个无当选，啊，大家我是通选，大家拢想讲我袂调，结果我调，大家拢想讲蒋经国在帮阮调，结果蒋经国无调，是安怎？迄面一对一的，迄富士先生啊，富士先生若红光光，即阮调的啊，包死的，包下，迄袂稳你啦，今朝呢爱在在两个较好啦，袂用稳的啦，对无？对。啊。最用的就是安尼，即摆呾伊个表现遐好，全国第一名，安尼嘞，呾感觉讲，哎、欸，啊，最用的妥当啊。但是唔是安尼哦，唔是安尼哦，即风沙的选举啊，
大家感觉讲啊，水龙你就较稳啦。我是比人稳到别人，通稳啊，唔通稳？唔通哦！唔通稳啦，啊，水龙的互当选好无？好。老实讲，咱甘愿互伊上关票当选啦。安尼一见到人，愈来愈有啦，对无？对啦。唔通甲分掉咧，拜托啦，拜托，好无？我走几下位，就是要来甲你，要甲大家，咱父老兄弟姊妹讲一句尔。讲一句尔，唔好甲当作运动算，大家唔好票唔好分准，大家拢爱来支持曾水龙，好不好？好。那过来画一个吼，来，我来画苏贞昌吼一票，啊，你大家就画曾水龙一票，好不？苏贞昌一票，曾水龙一票，一票，苏贞昌一票，曾水龙一票，苏贞昌一票，曾水龙一票。拜托，拜托，感谢，谢谢，身体健康，吃百二。吴米乐就是来自啊，咱的后壁了。啊，咱后壁了有一个动作，啊，伫台湾嘛付出真多，真拍拼，真用心。台湾的民主路，一陪伴咱一直行。咱介绍，咱的恩坤乐，坤乐伯啊，来，欢迎坤乐伯啊。再次来乡下来欢迎他们，坤乐。哎，两位主持人，这个今仔日，这个林国庆啊，啊，我就来是看到林国庆在这吼，哇，特别欢喜。伊是我的隔壁，住伫我的隔壁，也长期以来啊，伫民进党啊，对台湾的民主运动啊，也付出真多呢。也实在讲起来。台湾这个民主运动这条路啊，咱讲起来是已经变超过五十档以上啊啦。也到今仔日，到今仔我感觉就讲，咱台湾的历史啊，台湾人伫这个历史过程中，哪会行到这么坎坷的路啊呢？既然啊，几百年来，台湾这块岛有这台湾人民，也台湾人毋捌做着这块岛的主人，拢是外来人。就跟他通知，也拢是被动伫遮，也拢是看人伫用特权、用专制伫压迫咱这台湾人，咱到今日还阁无法度。所以伫遮呢，我首先呢，要甲今日在座各位贵宾、大华新闻、马赛、名嘴来伫遮，也阁在座朱文兄吼，也在座咱树林区的这个不关键。台湾的未来，这个树林区的选民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这个曾志宏议员啊，我伫遮特别要甲感谢，因为我有组立一个较早李登辉基友会，也今嘛过来组立一个台湾基友会。这两个会呢，基本的观念是足简单的啦，就是讲咱台湾人，就是这个土地主人。咱台湾人爱认同家己是台湾人，咱是中国人。咱台湾所有的问题，都是爱用咱台湾人家己来决定。这是台湾自由会的一个宗旨啊呢。一这个会呐，叫你去开会咧，啊，就办一挂活动咧，拢是这个曾志宏去甲做主持啊呢。所以今仔日我伫遮首先咧，要特别来甲感谢呢。那么我是住伫这个台南县，时常虽然拢是起来是台北，但是我是台南县，伫咧边伫北关市，啊来去看台北市，我实在是真济方面拢真新鲜。甲一个花圃都爱开150几啊，迄个150几个家属若摕来台南县来建设，我唔知台南县会当建设偌济。水利也好，工程也好，啊，所有的这个文化建设也好，唔知怎建设偌济。既然一个花圃，甲开150亿，一事实我嘛唔知影呢。就是这新议员啊，有滴讲，讲一支硬菜20块，一个也做高，一张高档茶200几块。哇，我才敢才知影讲，这个花圃是安怎开？一最近我发表一个，这个叫做讲，讲是讲
这个台中市啊，要来甲支援这个花博，损失900万呀，900万是台北市的事啊，台中市才出钱100万，呀，迄个几千万的要创哪？要创六平土地，要甲种花啦，六平要甲开几千万的种花啦，你看吼、哦。那予阮台南县人看见哦，实在是足欣羡，即个台北市的即个预算啊。但是即个台的即个预算，安怎去开？即个新兴高桥安怎去开？猫栏安怎去开？捷运安怎去开？拢是着爱即个曾议员、曾市长甲压出来。阮台湾人，阮南部的人，我才知影呢。所以今仔日啊，我伫讲，即个曾市长即个人啊。这个是台北市的救星，你知道吗？也是台湾的救星。这款人啊，这款人是不是说他要出来竞选，是等下给他拖出来，为台湾的希望，为台湾的将来，一定要支持这个人。你说这样对吗？所以真的台北市的问题，我想说，第一，我们南部人拢甲你讲，台北市出来讲出中国城啦。中国城是啥意思呢？中国城是中国人啦、啊，伫统治，伫也做行政，是也做中国人伫掌握的，毋是台湾人。但是你爱知影哦，即个台北市啦，甲讲中国城吼、哦，台北市是中华民国的首都呢，首都变成中国城，台湾有希望无？我南部人。虽然是为了台湾民主运动，大家讲民主运动的寄望是伫南部，但是假使台北市若是必然真正正的中国城呢，台湾就是无希望。所以今日呢，不但咱需要这个要救台北市，爱孙志勇，要救中国，要救台湾，要救台湾，不是救中国，救台湾，嘛是都爱孙志勇。所以今日做。一挂人拢有讲过啊，谢三平议长啦，还是朱文主委啦，拢讲得非常清楚。这个竞选啊，唔是讲伊民调伊声势上悬，伊就一定当选。针对讲个议题真危险，一个是伊立场是一个台北市的诶市政府主委，所以嘛无法通，通讲一直拢对着拢压伫家己来，总是呢。如果朱文良讲迄句话，我嘛真赞同啦。甘愿哦，做股票绝对唔当有落选的危险啊咧。所以今日我无爱占一个时间，总是台湾的希望，就是台北市，台北市的希望就是郑水龙。所以今日伫遮，我呼吁咱树林会选民啊，大家一定爱保守家己的一票，恁的一票会影响到台北市。你的一票会影响到台湾，所以你的一票的这个责任啊，影响到这么大，而且佫影响到咱的子子孙孙啊呢。所以大家真爱掌握、保守这新政一票，来决定、来支持郑水龙，安尼好无？好。郑水龙当选。郑水龙当选。郑水龙当选。多谢各位，多谢各位。感谢。谢谢感谢咱的国际顾问吼，也咱的昆老伯啊，非常感谢，身体也顾好咧，穿得顾